好，各位同学，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3500词汇速记。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一个重要单词叫 offer。这个 offer 什么意思呢？用作动词表示提供、奉献啊、出价；名词就表示出价、报价或者是特价，都可以叫 offer。这词非常重要。来，我们看一下，那么怎么来记？前面的 of 词是表示去怎么怎么样啊，去干什么事情；后面这个 for 表示拿啊，去把什么东西拿到某人的面前。去把东西拿向某人了，叫做给他提供、提出，或者是提出一个价格，叫做报价、出价啊，奉献给他都可以叫 offer。就拿到面前，提供给他，奉献给他，报给他都可以叫 offer。来，那么当然还可以表示收到了某个公司的 offer， 叫录取通知书，也可以这个词啊，录用通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一些重要的搭配。第一个叫做什么呢？叫 offer somebody something。就是给某人提供了什么东西，或者是 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啊，把什么东西提供给了某人。好，下面第二个叫做 accept or refuse decline an offer， 接受了或者拒绝了或者是婉拒，注意了，这是直言当面拒绝，就 refuse 啊， decline 婉拒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这种好意或者是录取通知、录用通知。下面 accept our original offer， 接受了我们开始的报价。此时这个 offer 出价报价 original 表示原始的、起初的。下面 special offer 特价优惠，此时这个 offer 本身就表示特价，一个特别的优惠价叫 special offer。 好，所以记住这个单词就是这些意思，提供啊、出价，还可以表示什么呢？报价啊、特价都可以叫 offer。来，那么这里面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词根这个 for， 注意了，它就等于 carry 或者是 bring 或者 to bear， 表示去拿什么什么东西啊，去携带的拿什么东西，去带着什么什么东西，或者去负载了、承担了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叫做 for。所以这个 for 要去拿在身上、负载在身上，对不对？承担着、携带都可以叫做这个 bear 的这个意思啊，等于这个 for。carry 或者是 bear， 携带着、拿着或者是承载、负载。来，下面第二个单词叫 differ。 什么叫 differ？ 叫不同。这个单词是很简单，我们先看它的这个，来，它的形容词啊，这个单词我估计大家都认识，叫做什么呢？叫做 different。 什么叫 different？ 叫 different 不同的。你看这个词是 ent， 就是个形容词后缀叫的，所以它的动词叫 differ 啊，表示 differ 叫做不同，是不同。怎么来的？前面 dif 等于 dis， 表示分开、离开。这个 for 表示拿着、拿开，对，把两个东西拿开、分开，因为它们有不同啊，有很大的差别，对，叫做 differ， 拿开、分开、不同啊，是这么来的。但是呢，这个单词是这么来的，但是呢，你这么记其实不太好记。我建议啊，就是反推 different， 它的形容词你是知道的，叫不同的。所以此时这个 differ 就表示不同，不同于什么就可以了。来，好， A differs from B， A 不同于 B。 来， differ with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或者 on something 或者 over something， 在某个事情上面和谁谁谁有不同的意见就可以了。 differ with somebody about 或者 over 或者 on something 就可以了啊。来，还有一个短语叫 differ in， 注意了，这个 differ in something 就在什么什么方面有不同哦。注意了，这个是 from， differ from 和什么什么有不同，而 differ in 就表示在什么什么方面有不同。好，就是这个单词基本上在各种类型的考试和运用里面你需要掌握的意思就是这些啊。下面叫做 different，这个 different 本身表示不同的，形容词不用多说。来，各位看一下，叫做 custom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在全国各地这种不同的风俗习惯。注意了， customs 就表示风俗习惯，在全国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下面这个词叫做 difference， 这个 differ 表示不同、差异， enc 是名词后缀，所以有差异、有不同的名词叫做 difference 啊，叫 difference。下面
叫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ins， 那么就是什么呢？要分清这个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B， 对吧？好，分清 A 和 B 的差异，分清这对双胞胎的差异，叫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什么什么东西。下面 difference of opinion， 意见方面的差异或者是分歧就可以了啊。来，再紧接着往下，下面叫 indifferent。什么叫 indifferent？ 要是漠不关心的啊，不感兴趣的，为什么呢？注意这个词的意思啊，这个 different 本身就表示不同的，安表否定，就是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的，对，没有感觉到。比如你老婆问你说，哎，我今天咋地了，对，看看有什么不同，你看一下，没啥不同，啪一耳光，对，不关心我，对吧？就不关心不同，不在意他的不同点，叫做漠不关心的，冷漠的，叫做 indifferent， indifferent 就可以了。来， indifferent to public opinion 就是对公众的意见漠不关心啊，不在意。下面 indifferent to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对别人遭受的苦难，注意了，这个 suffering 名词表示苦难，对别人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所以indifferent 表示漠不关心的，不在意的。好，下面 indifference 那么就是漠不关心和不在意的名词形式，叫做 indifference 就可以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好，比如 an indifference to the needs of others， 好，对别人的什么呢？需求漠不关心，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它的名词形式。下面叫 treated somebody with indifference， 冷漠的去对待某人，对吧？冷淡的对待某人，对某人漠不关心，叫 treat somebody with indifference 就可以了。好，下面的这个词叫做 infer， 什么叫 infer？ 表示推理、推断或者是暗示。大家注意了，这个 in 表示往里面进入，这个 fer 表示带。把你带入了某种情境，带着某种情况进去，叫推理和推断。对，哎，我们推理，哎，什么事情是这么来发生的？就是把这个情景、这个情况带入进去。你看，所以这个 far 此时我们说表示带、携带，把这个某种情况带入进去去考虑，叫做推理推断，叫做 infer， 推理推断暗示都可以叫 infer。来，下面叫做 infer from the context。你看。就是带着，各位，你看把这种语境带进去，就是从上下文当中可以去推断，带着语境进去去理解这个事情，叫做推理推断 context 语境或者上下文。好，下面叫做 infer that， 注意了， somebody infer that， 某人暗示什么什么东西啊，所以推理推断暗示都可以叫做 infer。 好，下面这个词叫做 prefer。什么叫 prefer？ 注意这个词很有意思，表示更喜欢。这个 pre 表示前，在前面 ；fer 表示带，把这个东西带到前面去，我把这个东西放到前面去，对吧？叫做更喜欢。注意了，一般都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一般都放在家里面或者什么的最前面，对吧？展示出来，所以把这个东西把它带到最前面去，放到最前面去，表明这东西你很喜欢，更喜欢，就叫做 prefer 就可以了，好吧？好 prefer， 来 prefer to do something 就是更愿意把这个事情放到前面去，叫更喜欢做某事。 prefer doing something 也是更喜欢，注意了，它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可以跟我们的 ing 形式，比如说更喜欢打篮球，叫 prefer playing basketball， 对吧？好，它是可以跟现在分词形式的，叫做 prefer doing something， 更喜欢做某事。下面 prefe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更愿意更希望某人，注意了，是更愿意更希望某人去做某事，不是 prefer to do rather than do， 比起，注意了啊， prefer to do A rather than do B， 比起 B 来说更愿意做 A， 注意了啊，比起 B 来说更愿意去做 A 的事情。好，这些都是我们在各种阅读理解考试包括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用法，好吧，把它下来。下面这个词叫做 preferable， 除了叫做 preferable， preferable 什么呢？叫更喜欢的，更合适的啊。
啊，这个 prefer 表示喜欢的 prefer 表示更喜欢，所以 preferable 表示更喜欢 preferable 表示更喜欢的更合适的就可以了。 able 形容词后缀。来我们看一下，比如说下面这个叫做 It is preferabl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某人去做什么事情是更好的。好，某人去做什么事情是更合适的更好的，叫做 It is preferabl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行了啊。下面叫做 preference 啊， preference 什么 preference？ 你看，好 ，ENC 名词后缀，所以 prefer 本身就表示更喜欢、更爱什么什么东西，此时变成它的名词了，叫做 preference 啊 ，preference 就是喜欢、偏爱它的一个名词形式啊，喜欢、偏爱的名词叫做 preference 啊 ，preference。来，我们看一下下面 have a。preference for 啊，比如对什么什么东西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东西有偏好，叫 have a preference for something 就可以了。好，此时偏好偏爱，下面叫做 personal preference， 叫个人偏好。再往下 give preference to 什么什么东西，优先考虑什么什么情况，注意了，优先考虑。好，就等于 give priority。Priority 也表示优先，给什么什么东西优先考虑，或者给什么东西更多的偏爱和偏好，就是优先考虑这个事情，这两个短语是一回事啊。好，往下来，下面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呢？叫做 preferential， 此时加了 al 形容词后缀，所以叫什么呢？更喜欢的啊，偏爱的，被优待的，有优惠的，都可以叫 preferential， 优先的、优待的、优惠的、被更喜欢的都可以叫 preferential。 来，各位看一下， get preferential treatment， 获得了什么呢？优惠的对待，或者是特殊的对待，获得了优惠的特殊的对待叫做 get preferential treatment 就可以了。好，下面的这个词叫做 transfer。 什么叫做 transfer？ 表示转移、移交、转让，还可以表示换乘地铁、公交车啊，球员的转会都可以叫 transfer， 这是动词。如果是名词，就是 transfer。注意了哦，动词叫做 transfer， 名词叫 transfer 啊，转移、转让、转会、换乘都可以叫做 transfer。来 ，trans 本身就表示转，这个 fer 等于 carry， 表示带给谁谁谁，带着或者带给都可以叫做 fer， 所以。把这个东西转了给谁，转了给谁，对，把它转向了，或者带着它转向了另外一个地方，叫转移、转让。注意了，把一个东西转，带着这个东西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转移、转向，这个表示带，这个表示转移，带了转向另外一个地方，转移，或者是把这个东西转给了另外一个人，叫做转会啊，转给都可以叫做 transfer。来，我们看一下，好，下面就是它一些重要的搭配了。第一个叫做 transfer to a secondary school， 那么就是什么呢？转向了初中，或者升上了初中。好，转到初中去了，或者升到了初中，都可以叫 transfer to a to secondary school。secondary 表示初级的啊，所以 secondary school 表示初中啊，初中啊，中学都可以啊，中学中等的。来，下面。叫 transfer data to a disk， 把这个数据叫 data 转存到了磁盘上，这个 disk 表示磁盘。好，下面叫 swift transfer， 把这个 transfer of power 快速的权力交接。注意了， swift 表示迅速的、快速的，此时这个 transfer 是个名词，就快速的权力交接。下面 transfer fee叫做转会费，比如说我们足球、篮球球员的转会费就叫做 transfer fee， 但凡是名词都读作叫 transfer， 动词叫 transfer， 好，别搞错，所以把它转移、转让、转给啊，都可以叫 transfer。 好，下面这个词叫做 fertile 或者是 fertile 都行啊， fertile 表示多产的、肥沃的、能够生育的，这个词很简单，
此这个 fur 我们说它就等于这个 bear 或者 carry， 它本身有产出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bear 本身它就有生产的意思。注意了，生产，包括这个 carry 也有生产的意思啊。 carry a baby 就生一个孩子，它也有生的意思。所以此时 fur 它也表示就是带出来了，对，给你带来了一个孩子，生出来一个孩子，这种感觉叫 fur。 好，这个 oil 熊头就表示容易生产出东西来的，叫做肥沃的。这片土壤上面容易长出庄稼来的叫肥沃的，叫做 fertile 都行，好吧。所以叫肥沃的，多产的，比如说 fertile soil， 肥沃的土壤。下面 the product of a fertile imagination， 注意了，什么想象力丰富的这种产物。此时 product 表示产物产品， fertile 就什么呢，叫做什么呢，想象力丰富的啊，多产的，高产的，想象力丰富的，或者是肥沃的都行。所以注意了，这个 imagination 表示想象，对，想象的名词。所以这种想象力非常丰富的这种产物就可以了。那这个能用的比较少一些，更多的依然还是表示肥沃的，能够生出来的，或者是生长出东西来的土地，我们本身也叫肥沃的土地，好吧，就可以了。来，下面叫做 fertility， 我们说表示什么呢，叫做肥沃，丰产的名词，或者是能够生育性，都可以叫 fertility。此时 ity 仅仅只是一个名词后缀，前面的这个 fertile 本身叫肥沃的，所以此时 ity 只是个名词，所以表示肥沃富饶的名词形式，都可以叫 fertility。来，我们看一下，比如说 the fertility of the soil， 就是土壤的这种肥沃，或者是这个 land， 这是土地的肥沃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个词叫做 fertilize。这个 fertilize， 好，前面的这个 fertile 本身表示肥沃的， iz 动词后缀使变得肥沃， right？ 使让你未来能够生下来一个孩子叫使受精。所以这个 fer 你看它本身就是生产的意思，所以整个使你未来能够生产出来，此时叫使受精，授粉都可以叫做 fertilize啊，使受精授粉变得肥沃，这叫 fertilize。 好，比如说 a fertilized egg， 一个受精卵，看到没有，受过精的卵，受精卵就可以了。下面 fertilize the soil， 使土壤变得肥沃，好，所以表示使肥沃，或者是使授粉受精啊，都可以。来，下面词叫做什么呢，叫做Fertilizer 表示肥料，可以，因为前面这个 fertile 本身表示肥沃。好，这个 er 名词后缀，你看 fertilize 使肥沃，使变得肥沃的东西， er 此时名词后缀表什么东西呢，使这个土壤肥沃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叫肥料，叫做 fertilizer 肥料。下面比如说这个artificial 我们已经学过了，叫做什么呢，人造的，对，人造的肥料。下面 chemical 表示化学的肥料，简称化肥叫 chemical fertilizer， 是化肥啊，化肥。好，下面的这个词叫做 refer。 什么叫 refer？ 这个词很有意思啊，这个第一它表示参考，查阅什么东西，涉及，提到都可以叫 refer。 好，那么为什么是意思呢？此时前缀 re 表示回去，这个 fur 本身表示携带，带着问题回去到什么地方？回去到一本书里面，就要去查阅参考这本书籍，对。好，所以查阅参考涉及提及都可以叫 refer。 带着问题回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去，就去查阅参考，什么叫 refer， 叫 refer。来 ，refer to a recent trip to Canada， 那么提到了最近去加拿大的这个旅行 ，a trip to Canada， 加拿大旅行。refer to a dictionary， 去查字典，你看
就带着问题回到，带这个词回到了这个词典里面，就查词典，查词典 ，refer to a dictionary 就是啊。好，下面的这个词叫做 referee， 注意了，叫做 referee。什么叫 referee？ 注意在后面第三个音节啊 ，referee。就 referee， 我们说表示什么呢？裁判员、仲裁员，或者动词化单人裁判。很简单，这个 refer 本身是参考，两个一结尾，经常用作名词表示被动啊，表示人。比如说，我们有个单词叫做 employ， 雇佣的动词原形，对吧？好，我们后面加个 er， 叫 employer， 雇主，雇佣你的人，雇主。下面我们有两个一结尾叫 employee， 被雇佣的人叫雇员，看到没有？所以两个一结尾经常用作名词后缀，表示被动啊，表示人也是很多的，表示被什么什么的人。所以被雇佣的人叫雇员。你看，在被参考的对象，在比赛里面被参考的对象叫做裁判员，对吧？我们打比赛的时候，对，参考的就是谁的标准？被参考的对象就是那个裁判员。所以这个 referee 表示裁判员、仲裁员，动词表示单人称呼，裁判都可以叫做 referee。好，下面比如说 referee in two World Cups， 担任了两届世界杯的裁判，此是动词了，叫单人裁判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个词叫做 reference， 它叫 reference。这个 reference 本身表示提及、提到、参考的名词。因为动词是 refer， enc 词是个名词后缀啊， refer 本身就表示提及、提到和参考，所以这个 reference 啊，参考、提到的名词或者参考书都可以，好吧？很简单这个词啊，各位，来我们看一下，叫做什么 ？With reference to 叫关于什么？有关什么？提到什么都行。Make no reference to 没有提到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 reference books 参考书目，对，好 reference books 参考书目就可以了。所以提及、提到、参考都可以叫做 reference reference。好，下面 suffer 这个单词啊，表示受苦、受罪，都可以叫做 suffer。为什么呢？这个 suf 等于 sub， 经常就表示在下面，在下面。这个 fur 我们说等于 bear， 表示承担、承受，在下面承受了非常多的这种东西，叫受苦、受难，都可以叫做 suffer 啊 ，suffer。此时这个 fur 等于 bear， 表示承受、承担、忍受，所以在下面承受了很多啊苦难、痛苦，都可以叫做 suffer， 受罪、受难、受苦，都可以叫 suffer。啊，比如说 suffer great pain。And discomfort， 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和不舒适。Comfort， 舒服舒适，对 ，discomfort 不舒适。好，下面 suffer a serious blow， 承受了什么？承受了什么重大的一击？注意了，这个 blow 是打击，名词打击啊，承受了一个严重的、重大的、沉重的打击，受到了一次重、沉重的打击都可以啊。好 ，suffering。就是你遭受、受到的、经历的这些苦难、痛苦，注意了，这是个可数名词，可以加 s， 叫 sufferings 就行了啊。来，比如说叫 bring an end to her suffering， 什么呢？给她的痛苦折磨画上句号，或者结束她的这种痛苦折磨吧，对。好 ，ease the sufferings of the dying， the dying 将死人叫 the dying， 对 ，the dying。正对吧？减轻缓解叫 ease 动词，去减轻缓解这些临终者的痛苦。好 ，sufferings 此时表示痛苦苦难的名词形式，好吧？好，来下面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 conference。这个 conference 我们说的会议、商量、协商会。那么首先是因为这个动词叫做 confer， 协商、商量 ，enc 是个名词后缀，所以。开会干的事情就是协商和商量，对，好，所以协商、商量或者是会议、商讨会都可以叫 conference， 比较简单。A conference room 会议室 ，conference center 会议中心 ，conference hall 会议大厅，这个 hall 是大厅。好，下面来重点是这个词叫 confer， confer 表示
协商、商量、商讨。第一个意思，商量协商。第二个意思表示授予、给予。来，注意怎么来记。好，这个前缀 con 我们经常说过了，表示共同一起。这个 far 等于 carry， 表示携带，所以把大家的这种观点带到一起来，把每个人的观点看法带到一起来，去商讨、商量、协商，叫做 confer。 第一个意思，为什么要给予授予呢？因为此时这个 far 本身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 carry， 表示带给，把这个东西带给你，带给你啊，表示带给啊，带给，所以把东西带给你，给你叫做授予你，其实翻译成叫带给你会更合适一些，叫做 confer。 所以这个单词啊，表示带给、给予，还可以表示商量、协商，把大家的观点带到一起来，叫做商量、讨论，把这个东西带给你，叫做什么呢？叫给予，或者是表示带给，都可以叫 confer， 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短语叫做 confer A on B， 把 A 带给 B， 把 A 授予 B， 把 A 授予 B， 把 A 赋予 B， 都可以 confer A on B。 下面 confer somebody on confer something on somebody， 把某个东西授予某人，干或者授予某人什么东西都可以。下面就 confer with his colleagues， 这个 colleague 我们说表示同事，和他的同事商议。所以这个单词你记住，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把大家的观点带到一起来，叫做去讨论商量；把这东西带给你，叫做给予授予，叫做 confer。这个词非常重要啊。好，下面叫做 confident， 就是这个 confident 本身表示自信的、有信心的。为什么呢？这个 con 此时表示完全、加强、彻底。注意了 ，con 这个前缀我们说要么表示共同一起，要么表示共同啊，或者是一起啊，要么就表示一种加强语气，完全的怎么样了，基本上就是这两种用法。此时它就表示加强语气，完全完完全全的去相信、信任，对吧？这个 feed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根，它就能 trust 相信，完完全全的去相信某人，就是对他有信心，所以有信心的、自信的叫 confident。 比如说In a relaxed, confident mood， 以一个什么从容的、自信的情绪或者心态都可以。好，心态从容、放松、自信。下面 feel confident of winning， 觉得有把握取胜，对胜利有信心。好，这是它的动词形式。来，那么这个 FID 这个 feed 我们说等于 to trust， 表示相信、信任某人。来，下面是它的一个名词。好，来，下面是它的一个名词形式，叫做 confidence。 confidence 表示信心、相信的名词形式。注意了，此时啊 ence 就是个名词后缀，对什么有信心，相信、信任，然后才会把秘密说给他。你对某人有信心，对，完全相信他，所以才袒露你的秘密，它这么来的啊，机秘密、机密。来，各位，我们看一下 have confidence in，对什么有信心或者信赖，什么什么东西。 lose confidence 失去信心， gain confidence 增强信心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个词叫做 figure， 这个词非常重要。什么叫 figure？ 名词表示数字啊，身影啊，身材，还可以表示人物。注意了哦，数字、身材、人物，动词还可以叫认为，这个词很有意思。来，这个 fig 此时此刻它就等于 shape， 表示去塑造、塑形。注意了，塑造、塑形，这个 fig 等于 shape， 塑造、塑形。 URE 只是个后缀，不用管它。所以去塑造身材、形象等等，叫做你的身影、形象，对吧？人物都可以叫 figure。 那么在心里去塑造了某种印象，就是认为、认定你是怎么怎么样了。所以这个单词很重要，各位，表示认为、认定你咋样咋样了，就是心里已经塑造形成的这种感觉和印象。而外表去塑造叫什么？外形，对，身材、人物都可以叫做 figure， 非常重要。来，非常重要。好，我们看看它的一些重要的搭配。第一个做 the latest trade， 好， figures 最新的贸易数据，此时叫数据。好，销售数据叫 sales，
unemployment 失业最新的失业数据。此时的 figure 大表示数字数据都写上数字。下面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music industry 在音乐产业里面的一个领军人物，此时 figure 表示一个人物，而且一般指的是大人物，叫做 figure， 对吧？大人物。下面 figure out 叫指出，搞清楚，弄明白啊。我想搞清楚弄明白的是什么东西，对吧？ I want to figure out， 我想去搞清楚弄明白。好，指出，搞清，弄明白都可以叫 figure out。来，那么此时这个 fig 包括这个 fict， 来注意了，好，这很重要，这两个是个新词根了啊，注意这个 fig 包括它的变形叫做 fict， 这个 fig 和 fict 就是一回事，这是个，这是发可，可和个读音相似，发生了转换，是一回事。好，这两个经常发生转换，这个 t 没有什么含义，它是连接后缀和前面这个词根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表示塑造，注意塑造啊，塑造。来，我们看一下，既然叫 fiction， 小说、虚构、假象都可以叫 fiction， 为什么呢？这个 fict 此时就表示塑造， ion 是个名词后缀，所以塑造出来的东西，小说、虚构，你看，虚构东西就是人凭空塑造出来的，小说里面的角色等等故事都是人塑造出来的，所以啊，塑造出来的东西叫做小说啊，虚构都可以叫 fiction。比如说 historical 这个叫做历史的小说 ，romantic 就是浪漫的小说 ，science fiction 叫科幻小说啊，科幻小说 science fiction 就表示小说，这是塑造出来的东西。来，下面 fictional al 形容词后缀，所以塑造出来的虚构的小说的都可以叫做 fictional 啊 ，fictional。来，比如说 fictional characters 啊，虚构的塑造出来的这种人物，虚构的人物 fictional techniques， 这个 techniques， 这个 techniques 叫什么呢？叫做这种技巧，所以此时叫小说技巧，也就是说它既可以表示塑造的，也可以表示小说的。好，这个很重要啊。来，那么这就是我们本节课里面所有讲到的知识点了，大家下去根据我们讲的再多看几遍，加深印象，好吗？我们下节课再见。